近日，知名调查单位盖洛普韩国公布了2021年最具影响力的韩国歌手票选名单， TOP 10都在今年交出了漂亮成绩单。第十名至第四名依序是 Brigers 乐童音乐家、泰妍、 TWICE、 ESPA、 文英雄、李茂贞，其中女团的姑娘们都展现了强大的团体唱跳能力，且都深受时尚与美妆品牌青睐，代言一个接一个，增加了他们在全球的超高影响力。拿下第三名的是红透全球的 BLACKPINK， 四位成员不仅进军美国写下漂亮成绩单， solo 出道后也都展现了不同的精彩。因为成员身上有着香奈儿、迪奥、 YSL、 Celine 等一线奢侈品牌的代言，更让他们在全球的曝光度不断增加。亚军由国民天后 IU 李智恩拿下，从清纯的国民妹妹到歌声演技都双双被肯定的英歌两栖天后，今年更是三度回归发新曲，包括 Celebrity、 Lilight、 Strawberry Moon， 加上饮品、保养等代言接到手软，都让她曝光度持续增加。冠军属于防弹少年团，防弹少年团不仅带领着 K-POP 进军全球，横扫韩国与美国音源榜，更拿下路易威登全球品牌大使。除了惊人的时尚力，防弹少年团今年6月替麦当劳代言，抢购热潮纸盒、纸杯、纸袋等包装全登上拍卖平台，更有一块鸡块最后标出近10万美元的惊人天价。爱豆韩社每日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